我们这个宣导哦，在大家的这个指导主政之下，过去的一年我想我们整个县政工作在县长还有我们副县长领导之下整个县里的各单位也战战兢兢的推动了各项的这个行政工作当然在这个岁末除了感谢各位之外最重要的也是要祝福各位这个美女朋友在新的一年新年快乐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给各位谢谢。为了推谢钱甲大家，两礼拜，你叔叔各位万寿万开心。谢谢，谢谢社长，谢谢谢谢。各位媒体朋友好，我是大树有时报的廖树珍，祝大家新年万事如意哈，事事平安，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曹鑫，我们的大帅哥。大家好，我是中国时报记者张曹鑫，祝大家新年恭喜万事如意。我是朱龙泉，也祝大家新年快乐，事事如意，谢谢。
Thank you.
Oh,
没有啊，就是反正像 PK 啊 ，PK 你还能够反正啊，对，反正不讲你啊 ，PK 你改变啊。曹新明虽然跳一支舞好。
Thank you.
快！